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，自7月6日零时起，在全市实行7天临时性管控措施，公共娱乐休闲场所，如 KTV、网吧、酒吧、棋牌室、剧本杀、密室逃脱、足浴店、洗浴中心、蒸拿房、茶馆等人员聚集经营性场所，如健身房、体育馆、瑜伽馆和各类培训中介机构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，如室内景点、文化馆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影剧院等和农村集贸市场均暂停营业一周。全市各餐饮单位含饮品店、小吃店、早餐店等，不含宾馆单位的内部食堂均暂停堂食一周。